挚友们，何为神，何为魔，往往只在一念之间。花开生两面，人生佛魔间，一念神魔。首先，我们将这块黄白相间的料品切成满意的圆派。料品颜色的分布，让我不仅联想到一句诗："造化钟神秀，阴阳割昏晓。"人身体里面本身就有正反两面，善与恶。我们自己要如何去控制？我主页写的一段话：念由心生，境由心造。每一件作品都在用心去探索。一念之间出自佛家用语：事物分正反两面，人性就在善恶之间。警醒我们世人，时刻保持本心。好了，挚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。世间万物，本没有对错，对错只在于你的一念之间。好了，最后有一个问题，那件料品，切的做佛魔好，还是不切一整件做好？欢迎评论区给我留言。